日前，致电出行从沃尔沃官方处获悉，品牌计划将于2023年推出一款入门级跨界 SUV 车型，新车将命名为 EX30， 并将在中国地区开启投产工作，且有望在同年上半年陆续开售。另据沃尔沃官方透露，其新车市场售价相比目前在售的 XC40 纯电版车型也将更具性价比。动力部分，沃尔沃全新 EX30 预计将采用头部单电机形式驱动，最大输出功率200千瓦，峰值扭矩343牛米，并配备 66.0 千瓦 电池组，最大续航里程可达560公里。参考目前国内在售的 Smart 精灵 E 车型，售价19.42到27.90万元，其新车市场起售价预计将保持在20万元上下。